黑风洞是马来西亚标志性的人气景点。黑风洞位于吉隆坡以北，属于石灰岩构造，由三个主洞组成，已经改建成了多座信徒教的寺庙。前来朝拜观光的信徒和游客络绎不绝。在信都教每年一度的大保生节期间，更是人山人海。这里最大的看点是入口处的信都教神之巨像。爬上272级台阶，游客还可一览州府的城市风光。洞穴周边有猴群嬉戏，同时也是攀岩爱好者绝佳的探险场所。在罗摩扬那洞 Ramayana Cave 内，还可观赏精美的信都教神祇壁画。游览马来西亚，黑风洞绝对是不可错过的地方。